feel the beat that will make you move. 首先我们先观察一下保航，有的保航下边还有左边还有左右是有螺丝的，首先我们肯定要先把螺丝下掉，然后就翘板，然后翘板的四周下导航，下导航之后我们找到这个端口，因为每个导航的不一样嘛，我们的这个是您可以数一下，它上面一排是八个，下面一排是18个，是16孔的导航。一般情况下导航的后面它的线上都是带有标签的，这个标签粉红的方向盘控制一，这个绿色的方向盘控制二。一般情况下它的 D 线就是黑色的， D 线旁边红色的这一根就是电源线 ACC。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机械的过程，我们接收器的三根线，一根电源线，一根 D 线。